今天五月四号，天气呢是算晴时多云。那今天呢，要来去把果园的草呢，剩下的四分之一呢，给处理掉。那果园区呢就算告一个段落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后山的桑寮屋，开始整理。那有人会问我为什么庭院先不整理，因为庭院对我来讲是一整理完以后是最有感觉的，所以那留待最后。那反正东西搬回来这个主战场以后呢就简单了，只要果园区那边一处理完，我的设备就可以移到主屋这边，那因为距离工作的地方就会比较近，比较好维护啊、资源啊这些东西。好了，我们今天还是赶紧行驶农场去看看我们的菜苗呢，还有捡捡鸡蛋啊、鹌鹑蛋。OK， 出发咯。Hello， 这是我们的果园，砍草，已经砍的这一边是在东边的这边呢，是已经砍完了，那看起来就比较赏心悦目。那这边是属于南瓜区，那也开花了，然后可是还没有看到母花长出来，就慢慢期待吧。因为前面这边是有一颗母花了，这边，但看起来长相并没有很好。这边呢是我的佛手瓜区啊，底下呢种的就是我们的皇宫菜。那这最主要是帮大家介绍一下，我的果园区砍草以后的，那种视野的感觉，应该很不错。OK， 看起来，这些白煞尾应该都是，公的，因为都没有下蛋了嘛，那显然是公的机会比较大，那我们可能再观察个两天吧，再过两天以后呢。就可能要把他们都宰了啊，因为这个鹌鹑呢，公的是比较没价值啊，除了肉用以外，应该是没啥用途。那也顺便做一个了断吧。那这是我们的鹌鹑宝宝。